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有求必应，云谷禅师特别加强语气说妄语是佛门的大戒，诸佛菩萨怎么会欺骗人呢？这些话都是帮助了凡正进信心。了凡先生听了之后是语静悦。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是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呢？了凡进一步向云谷禅师请教，他说孟子曾经说过啊，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那么道德仁义，以为这是我，我可以求得的，功名富贵的身外之物啊，如何能够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啊，汝自错解者耳。”如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干无不通，求在我不得得仁义道德，一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德也。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云谷禅师毕竟呢是老修行，这个了凡跟他见面，了凡先生35岁，云谷禅师这个时候69岁，而且是一个真正修行得道之人，我们中国俗话称得道啊，真正开悟啊，真正的其如佛菩萨境界的人啊，所以孟子的话没有错啊，你错解了啊。孟子话哪个地方没错？你错解在什么地方？此地没有多说，我在上一堂所讲的，诸位啊能够细心去体会，云谷禅师这两句话，你自然就明白了。下面他举禅宗六祖的话来说，这是在《坛经》上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方寸呢，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地啊。祸福吉凶都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不离方寸啊。从心而觅干无不通啊，我们求感应，求感应从哪里求呢？从真心里面去求。所以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啊！你要懂得求的道理，你要懂得求的方法，如理如法，哪有求不到的呢？事出世间最难的是成佛啊！成佛尚且可以求得，何况世间功名富贵？那简直就是鸡毛蒜皮嘛，算不了什么嘛，哪有求不到的道理？
啊，我们今天求最重要的通啊。啊，什么叫通呢？这个通就是贯通空间为次。啊，我这样说，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啊，用什么方法来贯通？用真诚心。啊，什么叫诚？啊，什么叫真？真就是没有妄，不是虚妄啊，一丝毫的虚妄都没有。啊，什么叫诚呢？清朝晚年，曾国藩先生说得好。啊，他读书给诚这个字下了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定义下得非常正确。佛法里面讲，一个妄念都没有啊，你这叫真诚啊。所以真诚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就是自己的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把真心本性找到了，哪有不得的道理呢？这些理事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稍稍涉猎大臣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一些教诲啊。那什么人得受用呢？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受用了，就得利益了啊。如果你读经啊，你只会读，你不了解经里面的道理，不了解他的意思，不能把这些道理方法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上，你得不到利益啊，那你还是不通啊。不通虽有求，不会得感应。我往年啊提起这个事情呢，大概是30年前了。我在台北西门町的法华寺讲地藏经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经的时候，广庆法师还来听过一次啊，他坐在蒲团下面。有一天我讲经下来了，有一位法师住在基隆啊，听到我讲这个感应的事情，他来问我，他说：法师啊，你讲的这个感应呢不靠不住啊。我说怎么靠不住呢？他说我天天向佛菩萨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了都还求不到。我听了就笑一笑，我说：法师啊，你那个道场住多少人啊？他说：就是我一个人住啊。我说：你一个人住啊，没有要一个电冰箱的必要啊，所以你求不得。哎，我说我呢，这些年当中啊，又求必应。那他问我求什么呢？我说我要讲经，我需要参考资料啊。那个时候在台湾找这些经书典籍相当不容易啊，很难得有人给我介绍香港的智开法师。我跟智开法师没有见过面，以为他是个老法师
啊，每一次写信我都恭恭敬敬称老法师，以后见了面才知道我们两个同年。啊，智开法师对我帮助很多啊。凡是我所要的这书籍，他尽量给我收集，收集寄到台湾给我。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他；没有钱呢，就欠住。啊，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了，几乎我开的单子，所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要估计他都替我找到了。其中只有一部啊，时间最长半年。啊，《中观论述》。啊，这一部书的时候，他六个月之后才寄给我。啊，很不容易找到，所以我跟这位法师说，我有求必应呐。啊，我求的是求的道啊，是我所需要的。你求那个电冰箱啊，你没有需要啊。出家人在物质生活上应当清苦，啊，不应当啊奢华，啊，所以你的那个求不如法，我的这个求啊如法，啊，如法如理，真的是有求必应，啊，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深信不疑，所以从心而灭，感悟不通这八个字，就是有求必应的理论与方法，是求在我不读道德仁义可以得到，啊，身外之物功名富贵也能得到，内外双得，是求有益而得益，啊，我们应当要发心求善，不要求恶，这个样子才好。下面文说，若不反攻内心，而徒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实，故无益。大师这些开示，句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想求，不论是求内在的德行，或者求外在的，啊，这个自身之具，就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如果你不反攻内心，这个求是反攻啊，回头啊，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呐。你要向内心里面去反省，啊，向内求你能求得到，如果你不能够反省，不能够啊充实你的德行，只是向外面攀援，啊，那你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个道就是你求的这个方法，你求的理论，比如像现在我们在许多这个资讯里面看到，啊，书店里面看到，啊，这个世间有一些商业的巨子，啊，他们成功，啊，写出他们自己奋斗成功努力的经验教训，提供一般人做参考，你用他们这些理论方法去求，那你要是求得，得到了，那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的，你还是得不到啊！啊，为什么呢？你不是向真心里头求，你不是向心性里面去求，啊，这种求法呢，必然是内外双实，故无益。我们看到今天社会，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一段是大师提醒了我们，下面这一段呢，这就是要讨论呢改造命运的方法了。文也有几小段，头一段呢是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过失，确实反省，把这个根源找到。你比如他命里面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什么原因？寿命短，寿命短是什么原因？因问孔公算如终身如何？云谷禅师问了凡了，孔道长算你的命，你这一生的流年怎么样啊？予以实告。了凡老老实实向云谷禅师报告。云谷曰：“汝自揣应得可地否？应生之否？”这是你回过头来自己想想，你应不应该得可地？这讲功名。你应不应该有儿子？一定要向内反省呐，欲追寻良久。他听了云谷禅师的话，想了很久，说不应该。了凡是个读书人，是个聪明人，他想一想，想出了不少的理由。科地中人呢，类有佛相，与佛不，又不能急功累行呢，以己后福，皆不耐俱烦，不能容忍，时何以才盖人？执心执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佛之相也。其一可地哉？了凡一回头一反省，就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了，这个难得了。所以平常很少说话的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是不大跟人说话的，有的时候一天一句话都不说的。他能跟了凡说这么多的话，不容易呀！这也是古人所谓的这是真正遇到了知己所以才说了这么多话了凡一想，说我不应该为什么呢？科地中人呢，就是官场当中的人物，都有佛相他说我自己福太薄了，没有福，怎么能够去考中科第？那么再加上他缺点很多他不能够急功累行，以积后福积是基础从基础上培养自己的福德，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下面说的，他不耐俱烦，就是太繁琐的事情他不愿意做又不能容忍，心胸狭小容不了人时候一才盖人这个盖就是遮盖别人把别人压下去
现在人家喜欢出风头，喜欢呢压别人，执行执行，这个执行执行在此地意思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不是这个古圣先贤经教里面讲的执行执行啊，那个维摩经里面讲的执行是道场啊，那执行那个执行执行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毛病习气啊，所以轻言妄谈啊，说话是不是不通过大脑的啊，随随便便妄说的，那么像这些都是薄福之相啊，所以他自己了解啊，我这么一大堆的毛病，天天造业啊，当然没有办法了，考中功名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科第呀。都是讲参加国家的考试，取得了学位啊。我们现在人讲的学位，在从前也是三个学位啊：秀才、举人、进士啊，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称为学士、硕士、博士啊，三个学位。这是说明。他不应该考取功名的原因，他没有福。然后接着呢，再说，他也不应该有儿子。地之惠者多生无啊，水之清者常无鱼啊。先说两句成语。这个地呀，我们看到这个地很肮脏，肮脏它会长很多东西啊，是土地肥沃嘛。这水清呢就没有鱼，这鱼好洁，它有洁癖，亦无子者啊，好洁变成了洁癖了，这怎么能有儿子呢？这是第一个没有儿子的不应该生子的原因。活气能与万物，与善怒，亦无子者耳。和气非常重要啊！谚语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国家上下能相和睦，这个国家哪有不强盛的道理呢？如果不和，那就是衰败的预兆现前了。所以和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有和气，常常喜欢发脾气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们讲的共高我慢，狂妄自大没有把别人看在眼睛里头了凡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想想这不应该生儿子第三呢，爱为生生之本，人为不育之根，于清晰明洁，常不能舍己救人，亦无此者三呢。这是第三条，不应该有儿子。
爱、慈爱啊，是生生之本。啊，他说他呢没有爱心，心地很残忍。啊，这个人是残忍呐、啊，残忍是不愚之根呐、啊。啊，他说我对自己的名节非常爱惜。因为爱惜自己的名节，就不能够舍己救人。啊，这是不应该生子的第三个原因。接着他说：“多言好气，一无子者死。”啊，他喜欢说话。喜欢发牢骚，喜欢讽刺人，啊，现在是喜欢挖苦人，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了，叫别人下不了台。啊，也就是喜欢作弄别人，这个是不应该有儿子第四个因素。善言说经，一无子者无啊！啊，喜也，欢喜喝酒，常常喝醉，伤害自己的精神体力了。啊，这也是不应该生子的因素。又好彻意常作，不知保元欲善，一无子者六。啊，喜欢长夜，啊，彻夜常作，晚上不睡觉，不知道保养元神。啊，这些都不应该有儿子。啊，纵然生于那个儿子也短命，其余过物尚多，不能细数啊。反省反省，自己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说到彻夜常坐，佛家有不倒丹。啊，用打坐代替睡眠，我讲这个话有毛病，你们要会听得懂。打坐在定中啊，是清醒的，不是睡眠的。如果用打坐代替睡眠呢，不如躺着睡得舒服啊，这坐着睡得都难过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初学佛的时候非常羡慕。啊，这个人能学到不倒丹多好啊，你床铺都不要了。生活越简单越自在。啊，我曾经向李老师报告过，啊，我说我学这个好不好，啊，因为我在台中学日中一时。啊，我有五年的时间每一天吃一餐饭，早晚都不吃。精神体力都很好，啊，老师也很欢喜，啊，很赞叹，因为老师本人，他日中一时，啊，他大概是有四五十年了，啊，我在台中学他，啊，那我进一步呢，想学不倒丹，啊，学打坐，老师笑笑，哎，躺着睡呀。比坐着睡舒服啊！啊，以后就算了，我就不再学了。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把我看准了，我没有办法入定，不过是坐在那里睡觉而已。啊，如果坐在那睡觉呢，那就错了，不如躺着睡觉吧。啊，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有些这个不倒丹的，我仔细观察。他是坐在那里睡觉，
坐在那打呼了，睡觉了。所以他不是入定，不是像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真的是入定，他那个不是睡觉。所以真正大修行人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对于世间五欲六尘呢，确确实实不动心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境空明他没有阴气，所以常在定中。智慧光明，念念在增长啊。睡眠的这个现象，它断掉了，睡眠是可以断的，要功夫。要心地清净，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不要睡眠，因为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欲界有，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由此可知这个东西是可以断的，但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你要是勉强坐在那里睡觉，对你的身体决定有害，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在修行场合当中千万不要好面子好强好胜自己做不到勉强去做，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毁坏掉了这个是愚痴的事情。了凡先生这样一反省之后，云谷禅师就说了，其为克地财，世间享有千金之禅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禅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财而度啊，几曾加纤毫一丝？这段话至理名言呐。我们要细心去玩味云谷教了凡他说其独是考功名而已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家里有千万财产的人定是千金人物。换一句话说，他要有这个福分才行他过去生中没有修福，他怎么能够得福报呢？过去生中修积的厚，这一生中得大福报，过去生中修积的薄，他就得小福报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修福应该饿死的也是过去造的罪业深重这个报应是自己做自己受与老天爷与鬼神与佛菩萨毫无关系所以幕后他说天不过因财而度
几曾加先豪意思呢？换一句话说，老天爷对于一切众生确实是公平的，啊，那么此地这个老天爷实在讲就是自然的果报，啊，确确实实没有加丝毫成见，没有加丝毫意思在里头，啊，下面这是告诉他积功德的重要啊！啊，他举例说，进入生死，有百世之德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报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报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报之。其瞻言无后者，得志不也。这是云谷禅师啊，借着一般人的知见呢，劝了凡先生要积功累德。啊，百世之德，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古圣先王，我们在历史上所得到的，禹王啊，夏商周啊，啊，夏相国400年，周相国哦，不是这个商相国600年，周相国800年，这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祖宗有德了啊！周朝能享过那么久，文王、武王、周公，他们所累积的功德了，百世之德，定有百世子孙报之。这就世俗眼光来说，不在王位的中国的孔子，孔子是教学啊，以大公无私、真诚爱心、有教无类呀，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他积的功德大了啊！我们今天看到了啊，当代的子孙大概是传了70多代了，不但在中国受到过人的尊敬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去，在旧金山受到美国当地社会人士的尊重啊！大家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特别对待他礼遇啊，说的这桩事情啊，世世之德，像中国历朝的帝王啊，那我们今天讲到了凡先生，他是明朝人啊，明朝太祖以及他的先人累积的大功大德，所以
它能传十七代呀、啊！啊，能够享国290多年。啊，那我们再看看世间人，啊，这个一般富贵人家，传三代的，传两代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多了，但是还能见到。啊，一代就完了的。甚至于自己晚年还保不住的，啊，中年的时候发达了，啊，晚年的时候啊破产了，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德智薄，他没有积功而德，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自私自利，纵然做一点好事，啊，也不舍弃名闻利养，啊，他做好事，没有条件的好事，他不做啊。他做的这些好事，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他必须要有代价，啊，要以得到大众的褒奖。啊，政府的奖励，他才肯干，他为这个干的，不是真心的，这是假善呢，不是真善。啊，这个是德智薄。啊，举出这些例子来跟他说，然后教他，针对自己缺点，彻底改过自新。啊，那你就有救了嘛。如今既知非也，你今天既然晓得你的过失了，将向来不发阔地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改造命运从哪里改起啊？从自己的习气过失下手啊！啊，你自己想想，啊，你现在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已经很清楚了，啊，为什么考不取功名？你把你考不取功名的这些过失，统统改过来呀！啊，为什么你没有儿子？现在你一反省，你也知道了，你要把这些过错统统改正过来，尽情改刷。刷是刷新，改是改正，啊，然后叫他要修善，勿要积德，啊，务必要啊，一定要啊，要积德啊，啊，过去你做的缺德的事情太多了，啊，功高我慢，常常以自己的财去压别人。啊，处处好强好胜，啊，不能容忍，这都是缺德。啊，要改过来，勿要包荒，包荒是拓开心量，你的心量太窄小了。啊，要能包容一切。啊，佛菩萨所以之伟大，就是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我今天还给朋友们谈起，啊，我讲到这个澳洲的土著，啊，他们自称为真人，生活在沙漠旷野，啊，政府提供他们的房屋，他们不住，把房子拿去当作储藏室。他每天晚上还是愿意睡在旷野大地上，哎，有道理呀，他的心胸多么扩大。
啊，所以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了，他说是确实，你看看蒙古人，啊，西藏人，啊，这个青海，新疆人，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住在旷野，你听他的歌声豪放，心胸开阔啊。我们现在人很可怜呐，住在公寓鸽子笼里头，你说那个心量多小啊，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一定要拓开心量，拓开心量的人有福了啊！一定要和爱啊！廖凡先生缺乏和气，缺乏爱心啊！一定要修养，勿要习精神啊！喜欢喝酒，喜欢熬夜啊，这都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精神，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云谷禅师提出这几个重点，叫他改毛病啊，要认真的去修学，修善积德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以前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了。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啊，此义理再生之身也。这话说得好啊，人只要能够改过自新，就能够超越命数了啊！命数啊，居他不住了。在佛法里面，佛常常劝学生们要发愿。佛家的发愿，就跟世俗人讲的立志是同样一个意思啊，但是佛教人发愿的为众生福，如果想要为众生服务，你要有服务的能力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你才有条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啊。因此你这个心一发之后，那你就要去修养你那些条件啊，修养品德，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改掉，成就学问，成就德行啊，你一定要修善积功累德，你才有能力如愿以偿啊！啊，我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如果本身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发的这个愿是空愿啊，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虚愿。啊，假的愿，那不是真的。如果发的愿是虚假，那就有罪了。啊，什么罪呢？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所以啊，虚假的愿有罪呀，没有功德了。啊，佛教弟子们啊，最普通的这个愿，叫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度用现在的话说，帮助协助众生无量无边呢，我们要发心呢，去帮助他，啊，去协助他们，
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破迷开悟，我本身要有能力才行啊！啊，所以幕后借这三条，第一个断烦恼，啊，第二个呢学法门，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啊，然后成佛道圆满自己的功德。你这个愿就是真实的，就不是虚假的。如果这个愿力很强很大，超过了业力，那就是佛门讲的尘缘再来了，你的命运呢180度的转过来了，愿力大于业力就成功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